先继续来看，是为禁止青少年涉足到不当的场所，含拢泡伫网咖的偏差行为。该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特别举办着跆拳道的比赛，分局长吴顺又是鼓励选手练跆拳道，唔那是当锻身体，也当来修身养性。嘉义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暑期保护青少年青春专案跆拳道比赛，在嘉义市南京路龙城跆拳道馆举行。参加人员包括有高中、国中以及国小学童。活动总共五十人报名参加，27号成功验收并举行比赛。分局长黄顺业主持预防犯罪法令宣导有奖征答活动之官，鼓励选手跆拳不只会当锻炼身心，练技术嘛爱练。青少年呢，在认识朋友方面要相当的小心啊，要相当的小心。他尤其是不要在另外一种不良帮派的组织啊，在那边寻求认同，这样子就不好。尤其是在毒品方面，要相当的注意。他可能各位都这么小，接触的机会也少。那不过这个理念要。在学校各方面，各位假如碰到有人在接触这个方式，要去找，然后大家就会各位都是有背过技术的人，他可以在这方面帮我们警察有相当的帮助。各位假如技术练好，我们警察大学有保送。协办单位龙城跆拳道馆馆长赵兴志表示，跆拳道是一项正当健康的休闲活动，会当锻炼身心，让囡仔在团队当中学习冷静、忍耐、积极、勇敢的精神。分局长黄顺业呼吁青少年唔通伫暑假无课业压力而放松，误入不同场所，也真是被引诱犯罪。呼吁家长尽早为子女规划参与知识性、休闲性的学习课程甲活动，让子女伫暑假期间平安快乐、健康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